的丑字啊，蒜泥空心菜因为菜单上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反正好了，可以了。嗨，来广州正儿八经的第一餐，选了标记饭店，是一家很小的馆子。白灼的鲜油，这是配的蘸料，鱿鱼挺大块的，还差一个蔬菜就齐了。是油炸的，我的爱。奶香味，排骨很嫩，来一口白灼鲜油。鱿鱼很厚实，但不是那种死嫩死嫩的，这鱿鱼不是发的那种。那我觉得铁板的应该会更重口味，更我会更喜欢一点，这个白灼的就会淡一些。我把淡一些的话收回，酱油里面进一会儿咸了，太咸了。上面超大的一块是牛筋玉，夹起来。卤煮，牛腩包里满满的都是牛筋。看起来这个酱油的咸味比较重，不鲜。卤煮，一点。蒜泥空心菜，这个分量也太大了。我们两个人吃四个菜，来一口。小伙伴说有点甜的蒜泥空心菜，大概是我吃太少，没吃出甜味。你要尊重啊。它这边是那个椒丝的空心菜，我觉得没有蒜泥，它是不是忽略了我写蒜泥？哦，有，这是腐乳，太野了，那个哎 ，Q 去死吧！哦，有蒜泥，我看到了，它是蒜泥南乳空心菜。这四个菜里面，我最喜欢吃的是蒜香骨，然后是白灼鲜油，然后再是腐乳的空心菜。那个牛腩包吧，太咸了，满满的酱油味啊！为什么牛腩会这样？是我没有吃到下面吗？这个根本不是牛腩包，是牛筋腩包。我找到一块牛腩了，尝一下。确实牛腩包不怎么样，没有什么牛肉味。摇头，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